位菩萨身体可以轻轻动一动，做个简单的按摩。大众，请起立。各位菩萨，今天一起来念佛。首先说明念佛的流程和方法。今天共修的流程有赞佛、绕佛、念佛、拜忏、三皈依以及功德回向。念佛的时候，要把心安住在佛号上，身心放松，绵绵密密不断的念。一心一意专注的练习，相信自己能尝到净土的法味，就一定能欢喜心能真正生出来。进行的时候，把心放在两个地方，一个是自己念佛的声音，另一个是自己的脚。这时全身上下连贯起来，身口意三业都在念佛，就是在修念佛三昧。作念的时候可以告诉自己，我坐在莲花上，心中的佛号像泉水般不断涌出来，至诚恳切高声念佛。现在让我们观想，此刻自己就在西方极乐世界，身边的人都是莲花化身的众生，净土的佛光普照，让我们一起以欢喜心、信愿心至诚念佛。大众请相对站。念佛共修开始，转身向上问讯，请相对站。转身向上礼佛三拜，第一拜请拜下。请起立。第二拜请拜下。请起立。第三拜请拜下。请起立问讯。请相对站。
合掌。啊。
Yeah.
Oh.
弥陀佛，陀佛，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陀佛，陀佛，阿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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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陀佛
陀佛，阿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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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陀佛，阿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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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陀佛，陀佛，阿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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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陀佛
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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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听到引擎声，心先动，告诉自己要出境，身体慢慢动一动，做小幅度的旋转，搓热双手，做一下简单的按摩。按摩身体紧绷不舒服的部位，心中的佛号还是要继续。
接下来我们进行三次的拜忏，大众请起立。不能跪拜的菩萨，坐在椅子上温煦就好。请合掌。我
是。
是Oh.
迦。接下来我们进行三皈依。Thank you.
请合掌。子Oh,
众请相对站，接下来进行功德回向，愿将今天念佛拜忏的功德回向生者消灾纳福，往生者释果周、释道荣、何姿瑞、张忠、陈其炫、沃菲欧阳、李彦平、吴崇威、史陈世华、赵范成端、陈真美、林子明居士，仗阿弥陀佛慈悲愿力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莲品高升，得不退转，还入娑婆，广度众生，成就无上佛道。回向，请合掌。转身向上礼佛三拜，第一拜请拜下，请起立。第二拜请拜下，请起立。第三拜请拜下，请起立。问讯：顶礼法鼓山创办人圣严师父一拜，请拜下。
请起立。问讯：念佛如一母，念佛见佛。今天的共修到此圆满，欢迎各位菩萨再回来一起欢喜念佛。东西单相互问讯。阿弥陀佛。恭请法师开示。诸位线上共修的菩萨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今天要跟大家继续分享《观无量寿经》九品莲花的中品以及下品。中品的部分一共有三等，那从无量寿经来看，虽然不需要出家，但是要发菩提心，修一切善法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在家学佛的信男信女，如果修解脱道，最高可以证到三果，如果要证到四果，一定要现出家相。而中品生的众生，他们在世的时候，虽然修了解脱道的37道品，可是没有证到圣果，还是凡夫。虽然有修行解脱道的基础，有出离心的基础，但是没有真正的出离，所以还是要发菩提心，修一切善法，一切功德，然后念佛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之后，原则上都要先继续完成人间未证的声闻果位，然后再回小向大成菩萨果位。中品上生要受持五戒，持八戒斋，修行诸戒，不造五逆，无众过恶。首先要持五戒、八关戒斋，修一切的戒。这里所谓一切的戒，就是五戒还有八关戒斋。如果有人出了家，虽然受过比丘戒、比丘尼戒，但是他们没有发大圣心，基础还是小圣，那也是生中品。除了持戒之外，还要不造忤逆罪，而且没有其他的过失，还有恶业。如此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就是中品上生。临命终的时候，阿弥陀佛及大比丘众都会来到这个人的面前，也是化身佛来接引这位菩萨到西方极乐世界。到了之后，坐在莲花上面，佛为他说苦空无常无我的佛法，听是圣地，立即证阿罗汉果。接下来中品众生不同于中品上生，必须终身受持五戒、八关戒斋。他的条件稍微宽一点，只要一日一夜持八关戒斋，或是一日一夜持沙弥戒，或是一日一夜持比丘尼的具足戒，同时在这一日一夜之中，威仪齐整，
没有一点缺少，是清净的，再加上无量寿经的条件，以这样的功德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就得中品中生。我们可以看得到出离心是很重要的，往生的时候就可以见到阿弥陀佛及西方极乐世界一切菩萨、阿罗汉、大众持七宝莲花来到面前迎接他。往生者看到自己坐上莲花，莲花立即合拢，变成花苞，片刻就到了西方极乐世界。过了七天之后，花开了，就可以听闻佛法，证得出果，再经半个小节得阿罗汉果。接下来再跟大家讲下中品下生。中品下生的人，生的时候要孝顺父母，修一切善法，累积功德，临命终时遇到善知识，为他们说阿弥陀佛及极乐世界的种种庄严事迹，也告诉他阿弥陀佛的因地，也就是法藏比丘时所发的48个大愿。命中之后，就像武林高手的一倍一曲之间，在这样子短的时间到了西方极乐世界。那过了七天，就看到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说法而证得出果，然后再经过一小节证得阿罗汉果。好，刚刚是讲中品的部分，接下来再跟大家讲下品。下品上生，无量寿经说下品往生者只需要两个条件，发无上菩提心，还有一心专念阿弥陀佛。但是根据观无量寿经，下品上生是造了很多恶业，而且没有惭愧心的人，如果命中的时候刚好有善知识为他赞叹大圣12部经典的名字，常行应诵记别封诵自说因缘譬喻本事本身方广西法论义，这是经的12种体裁。就像我们写文章，有散文、韵文、颂文、论文、小说等等。由于听闻这12部经名的善根，然后合掌插手称念南无阿弥陀佛，于是派遣阿弥陀佛和观世音、大势至菩萨的化身来接引他。往生者坐在宝莲花中到西方极乐世界，经过了49天，观世音、大势至菩萨就来为他说法。这个时候见不到阿弥陀佛，然后经过10个小节才进入初地菩萨的位次，登初地的果位。接下来下品众生，下品众生的人也是做了很多坏事的人，受5戒犯5戒，受8关戒斋犯8关戒斋，受具足戒破具足戒，而且偷生其物到现前生物，也就是偷生团道场的财物。道场的财物有2种，一种是10方生物，
是十方一切生所共同拥有的。另外一种是现前生物，是属于现在共住一世的生众共同所有，一旦离开就不再拥有。还有不净说法，无有惭愧，就是以懒心、杂懒心来说法，还不知道要惭愧。所谓懒心，就是说法，就是以贪心、企图心说法。比如说，说法的时候，心里一边想着会有多少红包的供养，但是若是鼓励大众布施三宝、布施贫穷，这个不是懒心，是功德心。虽然什么坏事都做了，但是至少受过五戒、八关戒斋，甚至比丘尼的具足戒，而要偷生其物或懒心说法，至少已经出家，曾做过法布施，因此也算是种了善因，结了善缘，所以本来要堕地狱的，可是临命终时，由于往昔中的善根，临命终时听到善知识为他赞叹阿弥陀佛的功德，也赞叹戒定慧解脱之见的五分法身，修戒定慧而得解脱，真正知道解脱是什么，就是解脱之见。因为赞叹这些法的种种功德，地狱之火马上化成凉风，凉风又将天上的花送到往生者的面前，而花上坐的就是化身佛、化身的菩萨，前来迎接往生者到西方极乐世界去。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我需要经过六劫才见到花开，然后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来为他说大圣经典，要他发起无上菩提心。至于什么时候可以登出地，经里没有说到，但是如果发无上菩提心，将来总是有希望成为出地菩萨。有很多出家人觉得自己虽然受了戒，但常常犯戒，戒行不清净。不要失望，犯了戒要忏悔，忏悔以后念阿弥陀佛，至少能生下品众生。接下来下品下生，下品下生的人是造了五逆十恶的重罪。五逆是杀父、杀母、杀阿罗汉、破和合身、出佛身血。五逆之中一般会犯的只有杀父和杀母，因为现在要见到阿罗汉、见到佛不容易，而要挑拨离间，使一个僧团分裂成两个也不简单。有一对夫妻，太太是虔诚的佛教徒，贴了一张佛像在墙壁上。有一次先生捡到一根针，就顺手插在这张佛像上面。太太骂他，你是出佛身血会堕地狱。这个先生就问，血在哪里？佛在哪里？我是插在纸上。这个听起来好像有道理，但是不恭敬，只是还没有到忤逆罪的程度。造种种的恶业，应该要堕入三恶道，先堕地狱，再到恶鬼，再到畜生，然后才转身为人。成为人之后，依然是贫穷下贱，身心不全，这种障碍非常苦，经历的时间也很久。如果还有一点善根，
临命终时会遇到善知识，为他说大圣佛法，教他念佛，能够出生的出生念。如果病得很重，或在弥留的时候，根本连声音都发不出来，那就默念，在心里不断默默告诉自己，虽然我现在不能出声念佛，但是还是要皈依阿弥陀佛，我要诚恳的一心一意的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如此至少十声，而这十念中的每一念念念都能除80亿劫的生死罪，所以一生之中虽然造许多的恶业，由于念佛的功德，能灭除许多生死的罪。所以有人说，念佛一生，罪灭河沙。如果一念能消除80亿劫生死的罪，而每一劫之中又有许多的罪，然后十念就是80亿劫、800亿劫的生死之罪，就是恒河沙数的罪。这个时候，往生者能见到太阳那么大的金色莲花在他面前出现，而且在一念之间就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但是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里，仍然在花苞里面，要经过12大劫，花才会开，才能见到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，说大圣实相的佛法。因此灭所有的罪，发无上菩提心，最后也能成为圣人的菩萨，我最后成佛。那今天跟大家讲中品往生，还有下品往生。那每一品都有它往生的条件，每一品都能使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能成就不退转的果，以至无上菩提的果。所以弥陀净土是所有一切法门最殊胜的。我们大家听完了这个九品往生之后，我应该也感觉到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，就是犯了很多重罪破戒的，我只要能够发愿，我想要去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我还是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。好，那今天跟大家分享中品以及下品的这个介绍，最后祝福大家，阿弥陀佛。